总之今天就是我们的收拾摄影哦。那现在外面正在下着雨，那你们是防水的哈，所以不会被淋，不会坏掉。好，那总之我们的餐点都很好吃嘛，然后也非常的豪华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要记得订阅我哦，按下小铃铛，可以通知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